我是阿星，阿星现在在吉林的通化市。通化呢，它是一个小城，离边境不远。那很多外地的朋友不太了解通化这里，我给大家说两个制药厂的名字，一个是修正药业，你看我身后这个桥写的就是修正大桥，还有一个呢是万通制药，就是万通金骨贴。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呢，痛痛痛，贴贴贴，早贴早轻松。哎，咱不是打广告的啊，今儿来到通化呢也不是贴这个狗皮膏药，咱是要寻找美食。那我在通化这个小城呢找到两家老字号老店，很受当地的喜欢，一个呢就是抻面，就是让抻面，还有一个呢是煎粉。走，咱去尝尝。太冷了。好，咱现在就来到这个位置了，玉皇山老湖抻面。它这个店呢就开在玉皇山脚下，那很多当地人呢早起爬爬山来碗面。它这个位置啊开得很有意思，在一个小胡同里面，这周围像个小区一样，就怕你找见似的。来，咱尝尝。哦，就在这儿拉面了。全是雾都看不见。你要在哪点？在这点上。在这点。等一下，我这个眼睛。我来一个大碗的面。一个大碗面。再来一个大份的牛肉丝。大份牛肉丝。再来一块豆腐。行，好，一共多少钱？47上。好嘞。你不来，真来让他们点。你叫什么呀？下面等着还有俩人让他们点。我找他们。请搭十号顾客取餐。来八十啊，点大的。一个大窑，一个豆腐，正好啊。一进来热死我了，赶紧是脱衣服，在那排队，那面一会儿就好了。我看啊，人人都要打一份小菜，这个小菜呢是他家一个特色，腌的萝卜。看这个小菜，来一点辣椒拌的，辣椒片、葱花。啊，这是你家特色是吧？对。浇点辣椒油，来点葱花。请91号顾客取餐。啊，91号二两大啊！这套餐太美了。豆腐在那了啊。对。现在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看这人，周围全是人，太忙活了。看起来挺简单的，就是拉面一点汤，然后上边加了一点牛肉丝，是拿手撕的。来给它拌一下，哇，这碗面量还是挺大的。其实呢，这个抻面啊，就是拉面的意思。你看兰州牛肉拉面，就是兰州牛肉抻面，用当地话来讲啊，跟拉面一模一样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更筋道一点。它这个特色呢，就是里头的大葱花，你看没？特别粗这种葱花，喝口汤。这个汤要比兰州牛肉面更浓，颜色也更深。东北人啊，口味也咸，汤也很咸，就让你能吃出来一种干拌面的感觉，这口味这么重。经过体验，有没有推病啊？我是说两家要不要100？砰一下就给我叫，确实不错，怪不得这么多人呢。虽然这个面的口味很重了呢，但是当地的吃法要搭配这个小咸菜，还有这个牛肉丝。这个咸菜呢是免费的，很简单，有葱花，有辣椒，还有萝卜丝。但是呢，这还不算完，阿星做的攻略啊，是当地人是加点这个醋来吃，咱也加一点。牛肉，牛肉，把这三样呢再给它调一调，拌一拌，酸辣的。我来，
这里头这个辣椒油啊，太香了，点睛之笔就是辣椒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你把这个辣椒油给面上一浇也好吃。我看很多大爷和大叔呢，都是来两三勺子辣椒油，咱盖点这个菜上去。这个面特别有意思啊，你吃完之后回口的时候，还有一点这个康师傅或者是这个三鲜一面的这种感觉。它这个调料也是很讲究的，咱再尝尝这个。这盘呢，感觉看上去啊像油炸的，其实不是油炸的，煮的这个牛肉，然后拿手一撕，用这个辣椒油拌的。有的人呢是盖上去吃，那有的人呢就这么拿着吃，咱先尝尝。哦，特别有嚼劲，这个牛肉很柴很瘦，但是呢吃的就是这种筋头巴脑的感觉，这就是追剧神器，我跟你说。加上一点放到面上再尝尝。再尝这个豆腐，他们家你看这个菜的特色，每一个都要有辣椒，离了辣椒就吃不成饭。看这块豆腐，再给它分开，这是凉豆腐，是个凉菜，蘸点底下这个料汁。嗯，哇，太嫩了，放点葱花上去。嗯，这道菜颜值还是挺高的，现在虽然说被我夹烂了，那吃起来呢感觉跟鸡蛋羹一样，豆腐的香味非常的香，这菜不多见啊，这么一大块豆腐给你上上来，但是确实挺好吃。哎呀，这一夹就断了。好嘛，这顿饭吃的是人来人往的，一会儿过个人一会儿过个人，我就这样吃，这样这样不停是吗？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哎呀妈，别给摇坏了。好，这碗面我就吃完了。它这个味道呢不错，有一种啥感觉啊，就好像是吃了一碗比较咸的兰州牛肉面，外加了一个四川豆花饭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形容也不够贴切，就是吃着面吃着豆花饭还手上拿个葱，感觉东北吉林人吃葱的这个能力啊和山东人有的一拼。那吃完他家呢，咱再溜达溜达去尝尝这个煎粉。煎粉呢也是吉林必吃的一个小吃，走。这一会儿的功夫又下了雪了，还没吃饱呢，老胡抻面吃完，现在去煎粉。冷静点，这一看见雪呢就兴奋，来车了咱赶紧让。看这雪片打如花，哎呀，我仔细一看是狗不理包子，尝尝这个雪啥味啊。哎，嗯，冰冰爽爽，太刺激了！走到地方了，在我的身后叫正宗煎粉店。那这个店呢是一个老店，那很多当地的小朋友啊，就以前小的时候。在周围有一个少年宫，在那儿学画画学英语，现在这些孩子长大了去外地工作，那回来以后呢都要来尝一尝，咱也来尝一尝。这一进来眼睛又雾了。我要这个鸡汤豆腐串。嗯，汤的串的。要那个汤的，来点辣椒。啥都吃呗。哎，对对，啥都吃。再来个这个炸煎粉。煎粉和这个炸的肠。来两个。来一个就行了。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鸡蛋饼。好，这一套是吧？嗯，行，一共21。21，好。这一套四个小吃组合就好了，这个是炸肠，这个呢是鸡汤豆腐串，这个是鸡蛋饼，然后这个就是煎粉。啥是煎粉呢？这个粉它是煎过的，所以叫煎粉，但是你看里头有汤，还有芝麻花生酱。那这个粉是用红薯粉做的，有的是用绿豆粉。咱先尝尝这个汤哦，还有蒜泥，这就是吉林特有的小吃。
嗯，哇，这汤汁太棒了，光喝这个汤都好喝，酸酸的，有蒜味，然后芝麻酱、花生酱这个香味，其实就是凉粉，煎过以后呢，咬起来很有韧性，弹弹的。这边还有点糊，这糊糊的就搁着，跟那个橡皮糖一样，挺有弹性的。这是吉林式的小吃，那长春呢也有，就是从吉林传过去的。那在长春啊，他们叫炒粉，这呢叫煎粉，它那个就是更碎一点，然后调料更重一点。还有辽宁呢也有叫啥呢，叫炒焖子，那个和这有点像，但是呢那是大连的小吃。吃煎粉呢一定要配这个鸡汤豆腐串，这里边是熬的鸡汤，它本身呢应该是一串一串的，但是这个大姐给弄下来了，然后上面就是些辣椒酱来拌一下，它有干的有汤的，我这个是汤的。煮的豆腐皮儿拿鸡汤煮的，在东北啊也叫干豆腐。大姐，这个是不是叫干豆腐？在那边也叫干豆腐是吧？里面连的萝卜馅儿。哦，还有萝卜馅儿呢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光是这个串上的。哇，特别鲜，这辣椒酱有那么一点像湖南长沙臭豆腐调的那个辣椒酱，但是呢里头是鸡汤。这个干豆腐呢，在东北有道菜叫尖椒干豆腐，特别下饭。来喝点这个汤。啊，我感觉这个汤啊，煮点面进去，这就是鸡汤辣椒面。你看，喝点热汤，这一回头呢，这雪又停了。这儿的雪真是说下就下，说停就停。把这个镜头调转一下，看看前面这些人啊。这天一冷，大家都躲在这个小店里头喝点这个热汤。喝两口汤，再尝这个鸡蛋饼，这叫干的配汤，是吃了不慌。这有夹心的，这是油条，还有火腿肠，里边是辣椒酱。这不就煎饼果子吗？尝一尝啊。嗯，好，这个好吃，可能是我比较爱吃饼，爱吃碳水，特别香。嗯，啊，还有辣椒粉，还有芝麻。再尝尝这个炸火腿肠，加了很多辣椒，还有芝麻，看着就香。为啥要点这个呢？因为我还很多人都要点，所以我得尝尝。嗯，大家都笑我。虽然这个肠呢，说实话就普通的肠，面粉比较多，但是呢，主要就是这个调料，辣椒粉和芝麻，特别香。这就是通化小朋友的回忆。虽然你长大了以后啊，吃了很多肉肠，很好吃，但是呢，记忆中的味道还是这个面粉肠。嗯，真舍得放芝麻。今天吃的是一个老胡抻面，还有这个正宗煎粉啊，这两样小吃它组合到一块儿呢，我觉得很有特色。那大家来到通化这个小城，可以尝试一下，很少吃这样的套餐啊。你说又是大葱，又是牛肉，又是豆腐，那这儿呢就是豆腐粉儿，然后还有一个饼，很有意思。好，那就这样。